4月18日凌晨，林志颖给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某一工地拿着开工动土的铲子的照片，并推销起自己的铲子，称有助于生子生女。他写道，有谁想要我开工动土的铲子？习俗记载，动土过的金铲子置放于床底有助于生子，置放正面有助于生男，背面有助于生女，而且我这是有三个男生的铲子哦，曾经送过给两个朋友，还真的见效了。此言一出，立刻引发网友的热议，还有网友觉得就是玩笑话，也有网友表示这是封建迷信，要不得。作为公众人物，这么说并不合适。18日上午，林志颖发文回应此事，只是一个地域习俗，生男生女都一样啊，没想到会上热搜，请大家不要过多解读，谢谢。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